你吃饭你不吃饭，现在终于让你叫我来吃宵夜嘛！嗯，嗯，谢谢。帮你剥。嗯。快点啊！有了。嗯。给。好吃吗？你尝尝。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尝尝。我不喜欢吃。好吃吧？ 还行吧，明明就超好吃，你看呀，再帮你剥一个。嗯，嗯，嗯，好好吃，还吃吗？嗯，我疼。嗯。 果然是弹钢琴的声音。嗯，我虾都那么好看。<笑>那我就一直帮你剥虾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愿意一辈子都一直帮你剥虾。你刚刚。 是在求婚吗？我确实有在安排这件事情，可是，在这个地方，而且我婚戒都没有带，我们下次找个地方。你别下次，电视剧里不都拿这个求婚吗？你现在就求。易大官。 我爱你，我也是。